其中你的意识，将觉知力带到内在，向内在深入，跟随你的呼吸，进入到你的心轮。召唤无条件爱你的埃及女神艾西斯，召唤你的高我，召唤爱与疗愈的神圣力量。继续跟随你的呼吸，随着呼吸的移进移出，让你的觉知意识逐渐离开日常的现实世界，进入超越时间和空间那个领域。